我是在2011年4月加入 NIAE 部门的。NIAE 最初吸引我的是宽松的工作氛围和具有挑战的工作内容。作为一名应用工程师，我们的工作是配合销售和市场，支持并解决客户遇到的技术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将会面临各种行业、各种应用的挑战。AE 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通过有效的沟通，在短时间内帮客户解决应用中碰到的实际问题，做好销售的有力支持。通过我们的技术支持，客户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项目，提升研发效率，加速创新。在自己成为技术专家的同时，我们希望同客户一同成长。NI 开设了多门软硬件的课程，通过我们的生动讲解，让客户迅速熟悉 NI 产品。NI 产品的使用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，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水立方采用 NI Compact Real 作为结构健康监测系统。PXI 平台被微软选为 Xbox 控制器的核心测试解决方案。高通使用 NI 的矢量信号收发仪来构建最新 WLAN 协议 802.11AC 的测试平台。NASA 设计的韦伯太空望远镜使用 WFPGA 模块，保证25万个微快门的精确同步。为了让 AE 更快的成长，更好的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我们会接受公司制定的一套完整的培训和考核体系。从入职开始，我们会接受基础培训、演讲技巧培训、产品培训、行业培训，完善专业知识，熟悉行业背景，提升沟通技巧。我们还会经常组织技术分享，提升自己的同时，促进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交流。NI 的 AE 是一个年轻、激情、有活力的团队，在这里，你可以和全国顶尖理工科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共事，这样优秀的团队能让我们更快地成长。我来 NI 面试时，最大的体会就是这里的 manager 非常随和。与其他公司的独立办公室不同，我们与 manager 一起办公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讨论。我们也会经常组织团队活动，秉承 work hard, play hard 的 AE 精神，适当放松的同时，也促进了同事之间的友谊。AE 有很多发展方向，如果你在某一领域有所专攻，可以成为 AE specialist, 帮助客户解决大型项目中的疑难问题。如果有意成为销售，可以选择技术销售工程师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如果你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可以成为技术市场工程师。如果你喜欢钻研技术，可以加入 service 或者研发部门。所以在 AE 部门会根据个人的选择和特长进行培养，使我们最终能够胜任相应的岗位。现在 NI 的销售已经遍布全国主要省市，除了上海总部，NI 还在北京、广州、西安成立了分公司，在深圳、青岛、武汉、成都、南京等地开设了办公室。我们的工作地点可以根据公司和个人的双向选择来决定。在这样一个团结高效的集体中，和大家一起面对各种挑战，我感到非常有动力。NI 欢迎您。